会，我们会配合。不是，我们现在没有房间，那你要怎么办嘛？我们有清单成立了啊，没有房间这样子而已。对啊，你讲你讲，我们有订单呢。民众透过网络平台订房，但到饭店后，业者却说没有房间，双方吵得不可开交。我们在外面等多久了？没有房间啦。对啊，那你没房间，你要处理啊？处理怎样？我们刚刚跟小姐说，我们已经找到房间。哎，你找到房间就赶快去啊！对，那你是不是要负责赔偿的？突然没有房间，游客要求饭店赔偿，饭店业者进来这样回答：平台是我收的吗？都有证据，啊、是我收的，都有证据。平台都要给你，平台嘛，都可以给你啊。你去告平台嘛，都可以给你啊。收到你的钱了没啦？这起订房纷争发生在花莲，23号晚上，民众出门玩了一天，要到预订好的饭店休息，到场后却发现没有房间，因为当初订房时订房平台上没有显示饭店房间已经完售，饭店业者也指控这群游客根本没有刷卡付钱，他的订单根本没有刷卡成功，他是现场付费，他也没有信用卡付费，居然要我赔偿他10倍。花莲县观光处调查发现，这间饭店竟然是非法旅馆。依照他的建筑结构来看，他应该是属于日租套房经营的模式。依照违反发展观光条例，旅馆非法营业将被开罚10万到50万元罚金。提醒民众在网络上订房后要记得打电话确认，以免开心出游却因为住宿问题坏了兴致。记者刘吉娇、王一德，花莲报道。